会在南海路跟惠安街交叉口，画面看到的方向是往和平西路三元街的方向，那边未来会有一个植物园捷运站。那我们现在往惠安街内走过去，我们现在位在国盛国宅的一楼。这个社区它每个月的管理费一户是200元，大门的话晚上12点到凌晨5点会关闭，电梯约末4年前换新，3节的话都会有礼金收送。国盛国宅的设计，它的客厅会开窗走道跟房间，就如现在画面上看到的，这边有看到一排小气窗跟一排比较大的开窗。这边的开窗是通向走道。此户的设计，它把原先的厨房外推到原始阳台的女儿墙上，另外有做了铁窗增建的部分当目前的晒衣阳台。那我们此户的采光面主要依靠社区中庭，我们现在从社区的另外一个电梯下去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社区的中庭，社区的中庭的部分有蛮多的法定空地的车位供社区的住户做承租，那包含机车位的部分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边正往上看，6楼就是我们刚刚的户别。